欢迎回来，接着来关心法网消息。男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昨天击败西班牙蛮牛纳达尔晋级四强，接下来他将迎战英国希望莫瑞。而台湾女将谢淑薇在女双八强赛中遭遇有台湾杀手之称的赫拉瓦科娃与赫拉迪卡捷克组合时遭逆转击败，无缘卫冕法网女双冠军。女单方面，世界球后小威廉斯以直落二击败意大利选手艾拉尼，生涯第四度杀进法网四强。